这手推车好酷啊。是吗？这车是我爸妈给我的，很好用的。这路线也太绕了，直接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可是中间这一带都是山呢。凭我的功夫翻几座山没问题的。你确定能翻那座山？这不是很多年前的旧地图，有些路都变了，还是我来带路吧。相信我吧，我送货的路正好是去无垠草原的方向，而且还有一条捷径，顺道带你们走一段吧。有捷径，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到了，快走吧。到了，看，前面就是捷径。虽然这条路有点黑，有点窄，但只要穿过这条隧道，很快就能到了。幸好有憨憨在，这样我们少绕了很多路。有人隐藏金德，偷看了秘籍，别让他跑了。万一咱们进去之后山洞塌了怎么办？嘿呀！你看多危险啊！我看这山洞挺稳固的呀，咱们出发吧。不行，这山洞太黑了，里面肯定有埋伏，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。放心吧，我走了很多次了，非常安全。还有再快一点的捷径吗？确实有一条更快的捷径，可是那边我不熟，可能比较危险哦。那我们还是别去了。真是只胆小虎，有我在呢，肯定没问题。走吧，穿过这片树林就可以了。不过我很少到这边来。看着好像很危险，还是别进去了吧。我看还是回去刚才的那个山洞。这么胆小，真是丢了我们老虎的脸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先给你探个路。热死了，我们还要穿这件石头迷彩服走多久啊？再忍一会儿吧，莉莉莎。汪波队长，山崖下面的是什么呀？哦，这应该是地热，是一种能量。有了。把这里的地热能全偷走了，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就有用之不尽的能源，反攻神奇星的计划就可以早日实现。波波队长，你真聪明，这都被你想到。有动静，继续伪装。不好！冲下去了！可恶的老虎！好危险啊！看来这条路是真的走不了。哈哈，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？我看还是走山洞隧道吧。赶快出发吧，刚才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了。走吧。又怎么了？那个，你们先走，我有点渴，想去找点水喝。喝吧。我喝了你咋办？放心，我还有好多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喝水喝腻了。我这里有多出来的菠萝，特别多汁。我是渴了，不是饿了。这样啊。我有菠萝汁。我也有。你们怎么连菠萝汁都有？以备不时之需。我头有点痛。我想起刚才路上看到一种治头痛的草药，想去摘来吃。那可太巧了，我要送货过去的买家正好有治疗头痛的偏方，很快就到了。你头痛就别走路了，好好休息。等等，出发。太暗了，我来给大家照明。咦，地震了吗？地震，我怎么没感觉到？
我怎么觉得车子一直在抖啊，手都有点麻了。原来是你在抖啊，我还以为地震呢。我抖是因为因为这里好冷啊，冷得我都发抖了。阿秋，看来他的病严重了，会不会发烧了呀？咱们得快点才行。你惨叫，好像很害怕的样子，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。惨叫？我是看菠萝快掉地上了，才急得叫出声来。菠萝，我的菠萝，一个都没少，放心吧。那就好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在山洞里一直叫。没事，我那是兴奋，就像坐过山车一样。不对呀，琪琪，你刚才不是说看到菠萝快掉地上了才急得叫起来的吗？怎么又不一样了？这个嘛，那是因为琪琪，你今天很奇怪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可不能让卡卡知道我有密闭空间恐惧症，不然他会看扁我的。憨憨，你受伤了，我来帮你推车吧。这车很重的，连我都推得有点吃力，一般人是推不动的。哇，卡卡，原来你力气这么大呀。不是我力气大，我看这里有个小开关就按了一下，这样上楼梯或者斜坡就方便多了。我用了这么久居然不知道有这个机关。这应该是苏博士设计的东西，跟冒险笔记上的一模一样。哈哈，你也认识苏博士啊？苏博士是谁？苏博士就是写这本冒险笔记的人，他见多识广，知识渊博，几十年前还帮助我们神奇星打败了外星人入侵。看来你爸妈和苏博士关系不一般呢。哇，原来我爸妈认识这么厉害的角色呀。我来推推。真没用，还是我来吧。琪琪，不行别硬撑，你身体不舒服呢。谁说我不行？难道我又说错了什么被他发现了？琪琪，你什么你？我发现。我什么我？那我直说了，你的头发乱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。还好抓住了。多少次失败也挡不住我的帅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放我一马行不行？我听说这花有迷幻作用，如果把它做成专用枪的子弹，一定能把动物迷住。果部队长真厉害。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运气还不错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撞到了什么？只要发型在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变帅。
什么东西了。卡卡，波鲁，不，卡卡。没事儿。咦，你们不是在考拉市集吗？怎么来到山林里面？你们见到的是我大姐，还有我大表哥，他们在考拉市集摆摊，我们在山林里面做采购。跟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去无垠草原了。哈哈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我才要谢谢你保护好我的菠萝。拿着，虽然祖先说过我们熊族跟你们虎族势不两立，但是我憨憨认定了你们两位老虎朋友，这个就当作是纪念吧。我们也要快点去到无垠草原才行。啊，干嘛停下了？怎么又有山洞啊？你出了很多汗呢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有点口渴。哇哦，那里有梅子。哇，那我要吃很多很多。那里只有土拨鼠在抠鼻，哪有梅子啊？是没有梅子，但是你现在不口渴了吧？确实，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，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，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。无聊。我们继续走吧。我有点累，要不我们先歇歇。我看你啊，不只是有点儿，你的腿都累得发抖了。你累了就别跟来了，我自己进去看看。卡卡，卡卡，举起威斯，你快逃！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左边应该是卡卡的脚印，那右边……我从没有见过这种脚印，这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？别过来！吓死我了！不，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。卡卡还身处危险，我得去救他。别怕，琪琪，我武功高强，我一点也不怕。什么东西？别过来！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打中了什么？难道是那个怪物？你才是怪物！拜托你睁开眼睛看清楚啊！你这老虎怎么走路不看路，还突然动手把我的灯打坏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有怪兽拉着我的衣服。哪里有怪兽？后面。一场误会，使我犯糊涂了。我果然倒霉。他怎么了？山洞里面太黑了，太可怕了，要是有光也许会好很多。光对了，幸好我闯荡惯了，早有准备，我早该想到这个办法，借着火柴的光亮，四周也没那么可怕了。卡卡，你在哪儿？听到就应一声。我刚刚好像听到声音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拜托，不要在这种时候熄灭啊！
光，有光，有光就能吓走怪物。不，我的火柴！火柴呢？怎么找不到了？我好害怕呀！你喊啥呢？原来是录音灯的光把你的影子照射到墙上去了。可吓死我了。你胆子也太小了吧，就跟这个忽明忽暗的灯一样靠不住。那个传说的宝藏应该就在洞里啊，怎么总是找不到呢？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为什么老是在附近出现呢？我只是在散步。我可不会把宝藏分给你。你别跑过来！你还是离我远点吧，不然我们会一起倒霉的。这是卡卡的露营灯，一定是他落在路上，然后被这只土拨鼠捡到了。卡卡还身处在危险之中，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我也可以变得更强大。没错，我很强大，我什么也不怕。刚才卡卡的声音好像是从这边传来的。卡卡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叫你别走了，他太强了，快跑啊！卡卡，卡卡！你在叫我吗？我就叫卡卡。不是。我必须克服阴影去救他，可该怎么办呢？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克服阴影？有了！这是我从古书上看到的一种暗示法，当你想到梅子很酸时，嘴里就会分泌唾液止渴。只要把山洞想象成其他地方，我就不会怕了。好香啊！卡卡的声音越来越大了，他一定就在这附近。救命！卡卡，我来救你了！什么妖魔鬼怪，都接招吧！接招吧！琪琪，你打到我了！你没事啊？那怪物呢？我骗你，我骗你的。骗我的？很好玩吗？你不是啊，我是想帮你克服心理障碍。你听到的、看到的都是我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听，这就是怪物的叫声。哇！救命啊！看，这就是怪物的脚印。我们是并肩作战的队友，你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事儿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一直不敢面对，我就借望梅止渴的故事告诉你心理暗示法，希望你克服心理上的恐惧。不过这都是我看书后自创的办法，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行，只能拿你来试试。没想到真的成功了，琪琪，你不用感谢我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？但至少你已经不怕了吧？对啊，恐怖的幻象都没有了。你看，我说的对吧？这就证明我的实验成功了。以后不准再说这件事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那我说点别的，关于这个山洞。不，这里不该叫山洞，而是矿洞。
矿洞。笔记上说，这里其实是一个稀有矿洞，里面有很多神龙星的稀有矿石。这么有趣的地方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就像这块矿石，在灯光下，它会闪出漂亮的星光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只要把景山洞的稀有矿石交给团长，就能制造出更厉害的武器了。默默队长说的对，快点儿，我还要回去敷面膜呢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地震吗？与其说是地震，我觉得更像是这个山洞要坍塌了。啊！还等什么？快跑啊！清楚再出手。对不起。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。快到出口了。糟了，出口被堵上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被落下的石头压扁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卡卡，小心！小场面，小心啊！幸好本大爷会挖地道。吓死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预感到会有更倒霉的事情要发生。